Hello，我是酱，我今天来介绍这个网络上面很红的这个指尖陀螺。那这个三叶款的呢，我先开箱一下。哇，这个是金色的哦，金色，然后三片叶子，它应该是铜做的吧？不确定，但它转起来会有那个金属的声音，不晓得是滚珠的声音还是怎样。就是有那个“叽叽叽叽”的声音，不过看起来真的蛮疗愈的。我们来实际测试一下，它可以转多久好了。来试试看其他的玩法。单手会晃来晃去的。特殊招式我比较不会用。哦。哦，超像手里剑的，咻！好，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啊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个赞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